我哋怕你，今次就痴人说梦。第一场就系斗打风，斗落雨。咦，三只妖道竟然暂时领先噃，悟空好奇怪，于是就飞上天度睇下搞乜鬼啦。风婆婆，参见大圣。风婆婆，老孙奉命陪唐僧上西天取经，路经车迟阁，同班妖道赌胜求雨。点解你唔帮老孙不特止，仲要助纣为虐？大圣息怒，老身只系听命行事，依法办理嘅咋。好啊，咁你就听老孙嘅命，依老孙嘅法，即刻收翻啲风入袋。你敢再放半滴风出去咧，就挨老孙二十日哭丧棒。系大圣。仲有，企喺度唔好行去，等老孙命令。系大圣。悟空元神出窍，飞咗上天，阻止风婆婆继续玩打风之后，立即就风平浪静咯噃。又话起风嘅，快个风啊！只老虎精嬲到须都竖起埋，原来呢只妖道冇嘢多，系天上高嘅朋友多。今次居然玩打风、玩行云、玩打雾噃，佢咩神佛坐镇咁巴闭呢？滚嚟！参见大圣，你嫌命长顶啊？够胆同个妖道喺度推云破雾，系咪唔想喺天庭嘅？请大圣息怒。回大圣，我哋都系收到法旨，奉命行事嘅啫。你咩法旨？即刻同我吞翻啲云雾，我要天罗气清，万里无云。收唔收到？收到。做得好，企度唔好行开，等我吩咐。系大圣。点解咁噶？唉，个日头啊真系咁猛啊，真系晒到娘亲都唔认得我啊！真系，喂，国师老老实实啦，几时有雨落先？你唔好一味喺度挂住爆令牌喎，吓！嬲就哑笑啦，一要撑到尽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诸天神佛齐和应。左手化为日，右手化为月，化为日月照分明。贫道诚心来化请，神化身，身化身，五雷正法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雷电交加，滂沱大雨。趁此东海龙王、西海龙王咁急赶在边啊！参见大圣，外激雷光电，你呢？小神等要降雨于民间，不需要啦，通通同我翘埋对手，边个帮只妖道即时同我老孙作对？大圣，我亦都逼不得已嘅啫。嗰个道士佢曾经喺终南山上修成咗五雷正法，佢发文书、烧文刻、下法旨，我哋就要奉旨行事啊！唔理佢发乜烧乜。总之老孙就乃系奉观音菩萨之命护送唐僧上西天取真经，若然取经大业延误咗，边个担当得起？再者，佢嘅法旨若然系大得过我齐天大圣嘅法旨，老孙无话可说。请大圣息怒，神等愿遵大圣之命行事。好，如
而家老孙就要你哋帮我呼风唤雨，紧张大圣吩咐。关斗烧晒炮仗做咩啫？风又冇啊，雨又冇，惊你做咩献世咩？落嚟啊！嗱一声啊！时辰到了，当我师傅啦。古力国师，平时啲求雨易如反掌，万事万灵，点解今日会系咁噶？皇上，可能系龙王房有外出，所以未能降雨。边个话龙王唔喺屋企啊？你自己啲法术唔灵啫。皇上，就等我师傅求雨俾你睇啊。唐三藏虽然系姓曾，但系始终系凡人嚟，唔系有诚心，个天就一定会听佢话落雨噶嘛。但系佢为咗感化呢个昏君，唔好信晒啲妖道，虐待啲和尚，唯有尽力一试啦。喂，天啊天，快啲落雨啦！唔系呢度啲和尚就有难噶啦。嘿，唔怕，有悟空喺度啊嘛！悟空一声令下，天上高嘅雷震子、风婆婆、东海龙王就立即行动啦。他们几仙弟好死党的。真是神乎其技，话降就降，话停就停。今次赌圣求雨，唐僧你们赢了。多谢皇上赞赏，请各位稍事休息，代小王替你哋到换官文。启禀皇上，臣有要事启奏。苦力国师，有事起身慢慢讲。皇上，臣等师兄弟三人嚟到奢侈阁，承蒙皇上错爱，捐赴国师之职。十年以嚟，康复社稷，保国安民，宿夜匪懈。今次同唐僧决胜求雨。稍为不慎错失一仗，你就饶恕他们的罪过，放他们出关，实等不服啊！君无戏言，唐僧的确是赢了噃，但是唐僧今次胜出纯属侥幸，我要同他再赌一次。其实国师同唐僧都是高人，法力高强，各有千秋，实力旗鼓相当。不知道国师又想赌些什么呢？天眼通。